要一点盐吗？好。这是香草的海盐酥鸡蛋。有什么不要吃？相声吧。想跟妈妈分享。他也没按照我们来说，你昆明一家呀，里面老点。有些事我们先拿妈妈再先给妹子。再点海盐吗？好啊。肉，你看。没点盐吗？没有吗？谢谢。